头一只国造的臭水蓝海鲲号行在去刷位，真正把这海鲲落放落水，靠家己本身的浮力浮起来。对外观咱会当清楚看到这鱼类发射光一个声力。啊，那这个上界级别的弗鲁皮拉，依然是用包安安砍掉的。安生明仔载先试过，才会刷接这后一步测试。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，这海鲲号完全依照着进度在咧行，一切以安全为主。海鲲号真正落水啊！下半身浸在海底，顶端徛真侪台船的工作人员，创下江南国造历史性的时刻。海鲲号刷出海冲冲，搁一届在民众面头前公开，放伫中信八号浦东船处，二七做盘刷，拖去台船大船处，而且把水灌入去。海鲲号伫浦东船处沉落水底了后，利用家己的浮力浮伫水顶，大家看到是拢真欢喜。另外，这个海鲲号的外观差不多拢看现现，包括外界好奇的鱼雷发射孔、下底两边的声纳，也个鱼雷右标孔，拢看个一清二楚。不过，机面的驾驶舱、普鲁皮亚要是包安安，要是想坐坐军事迷去现场翕这个经典的画面。特别，因为没有看过台湾是第一艘自制潜舰嘛，啊，没有看过像裸体的潜舰，因为一般潜舰都是在泡在水面一半嘛。对，对对对。那看了之后感觉蛮特别的，很开心。那当然希望它顺利啊，就是整个测试过程啊都很顺利啊，然后可以就是照时程这样完成那个整个成军的过程。真好的是海鲲号在搬刷的过程当中，一个甲当地做的舰舰救难舰、大埔军舰做伙出现。海鲲号就位了后，按照级别进行洗水的作业。会有台船方式派人实施洗水，才会当进行后续休港的测试，先想准备做天气的试验。测试排水量敢是有符合设计的标准？海鲲号正做蔡总统任内上界重要的国南国造项目之一，敢会当赶在五二空进前完成海顶的测试，而且完工？国防部长邱国正做出回应：那现在完全按照进度在走。啊，这个我们以安全为主啊，我们并没有想预设哪一天完工，在测试，测试完以后没问题，海上测试，然后呢再交军。针对五二空热清钓都要上任，国军的高层可能会有变动，团座柯国正会甲蔡总统共进退，办公室部分的物件嘛已经整理好势。针对这点，柯国正表示，伊未做任何的猜测，在无接到通知进前，未有任何的动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